燕双飞。我不相信尹恩惠跟傅昭没结婚，你相信吗？陈妍，这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，这是报纸已经登出来的消息，我们不能不相信。我知道，这又是他妈妈搞的鬼。你们记不记得，上次尹恩到国外念书摔断了腿，他托他妈妈告诉我，可是他妈妈什么也没说，但是他妈妈有答应他。我等了好久好久都没有他的消息。所以你相信今天报纸上的消息也是张颖的母亲搞的鬼？是的。他把不实的消息告诉记者，目的在骗谁？当然是骗我。怕别人笑他胡说吗？他当然不怕，他就是要大家相信他湖州的故事。你说张颖不会和傅昭梅结婚？不会的，颖恩不会跟傅昭梅结婚。他会抵死不从的。简，简，你是知道我跟颖恩的感情，你跟我一样相信他，对不对？陈颖，我知道你是相信他的。那大哥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，你不会相信这种报纸上乱登的消息吗？对不对？秦言，你真的这么相信詹颖吗？我担心这一回你是大错特错。我不会错的，你放心吧，不要替我担心嘛。你太天真了，我不敢相信，事情只是这么简单。我问你。如果展颖真的和傅兆美结婚了，你说你和你的孩子要怎么办？爸爸，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啦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心里清楚得很啊，怎么处理我也都知道。你不要再替我着急了，你这个样子不就叫做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吗？我说的不会错的，这个一定是啊，翟颖他妈妈搞的鬼，一定是翟颖他妈妈搞的鬼，这一定是他妈妈搞的鬼。
这个小报告。我是未成年的无知感到心疼。他不是无知，他是太纯真了，他相信他自己不会变，詹颖恩也不会变的。就是因为陈燕她太纯真了，所以我处处的为他担心。记得陈燕12、13岁的时候，有一次被一个男孩子不知道骗到什么地方去，一直到半夜才回来。当时我既害怕又生气，我打了陈毅，而且还把他关在黑暗的小房间里。那时候他母亲却和我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不让我打骂陈毅。杨飞鸿了解陈毅，他知道他既善良又没有心机。他不是贪玩，也不是故意犯错要惹你生气。你打骂他，只会让他受惊害怕。当我打陈燕的时候，我的心也在痛。我的噩梦是，我天真的陈燕被人诱骗，我会从噩梦伤心害怕的鬼叫声醒过来。本来我是想跟你商量，暂时不要告诉陈岩已经结婚的事，没想到你已经知道了。不告诉陈岩，让他抱着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，你认为这对他会有好处吗？我早说过了，她不应该谈恋爱交男朋友的，她没有分辨善恶的能力，只要被心术不正的人利用了，她就会被整得很惨。但是没有人相信我的话，现在事情发生了。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想听我说什么？外面的人都知道陈燕帮乙恩生了个孩子，但以前应该没话说，是以为陈燕迟早会嫁给乙恩的嘛。可是现在呢，我们成了外人的笑柄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我只在乎陈燕会怎么想。如果有一天他明白詹燕确实结了婚，他会怎么办呢？陈燕居然笨到连报上登出来消息都不相信啊。陈岩相信詹颖恩，他对詹颖恩的信心坚定，这也就是啊他与众不同的地方。我觉得很窝囊，我们好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，自己却连还手能力都没有。陈岩居然不相信詹颖恩结婚了。华晨岩那的确确与众不同啊，我没看到天底下有如此与众不同的女人。陈岩能这么想也好，我很同意陈岩所说的话。什么？你头发昏了？难道你也相信报章杂志上登出这消息是不确实的吗？我相信詹颖爱陈岩，这件事情的发生他是身不由己的。好，
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展太太一人操控的，难道张英就没有一点点责任了吗？你认为他是身不由己的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他自己不点头的话，有谁可以绑着他去和傅少梅结婚？我再告诉你，展颜根本就是变心了，他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你不用再想办法替他说好话了。受不了了，我想到陈岩对翟岩那种盲目的信任，我真的不敢再想下去。陈岩不相信翟岩和傅兆梅结婚也好，否则呢，我担心陈岩会受不了的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当初我就应该听我妈妈的话，不应该让陈岩把这个孩子留下来的，我不应该在我爸面前帮翟岩说话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翟岩，不怪你。又有谁料想到，翟岩会和傅兆梅结婚呢？我该想到的，我早该想到的。现在害惨了陈岩，你叫他以后怎么办？我好后悔，我真的好后悔。翟岩，你要冷静。你一向最冷静的，现在你更要沉住气，否则事情会更糟糕的。我没有办法冷静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冷静。凯宇，你必须要冷静，为了陈岩，你不能乱了阵脚。今后你是陈岩精神上最大的支柱，你的态度对陈岩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你想陈岩会永远相信詹岩没有和傅兆梅结婚吗？他们两个总是要回来的，到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该怎么办？至少在翟演员回国之前，我们要让陈岩每天过得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时间一长，说不定他就会逐渐的淡忘掉对翟演员的思念。时间再更长一点，他也会觉得，并非要和翟演员在一起啊。因为他对我说，他实在舍不得和你分开。也许这是老天注定要我们两姐妹永远在一起吧。如果真的能够和陈岩一辈子生活在一起，我也愿意。但是陈岩爱詹岩太深了，他一旦固执起来是非常顽固的。所以我说，我们要让陈岩的日子过得开心，你也绝对不能在陈岩面前掉眼泪。更何况，陈岩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宝宝在身边，我相信，陈岩一定会淡忘掉对詹岩的爱的。詹岩做出这种背信忘义的事，他就不要想来看陈岩和宝宝。Thank you.
去度蜜月，不会打电话来的。怎么啦？怎么样？Hello， 这是翟颖燕的家吗？我是从台北打电话来的，我姓华。他刚走，去哪里了？度蜜月？有没有搞错？去度蜜月？请问胡抱怨小姐在吗？陈妍啊，好意外哦，你怎么打电话给我？有空啊，你说你说。陈妍，你方便？吕阿姨，哎，陈妍，我正在想啊，这些衣服我买来一直没有穿，天凉了，你跟开颜一人一件啊，来试试看。我要出去一下。你要到哪儿去啊？我刚打电话给胡抱月，因为我有事要找古玉辉，他要我上他家里去。哦。那我去打电话叫老王回来送你去啊。
不用了，我计程车已经叫好了。哦。宝宝还在睡，刘阿姨，我去去就回来。知道您来找他，已经在家里面等你了，进来吧。玉辉，陈岩来了。哎，陈岩，你一个人来啊？我去倒水。抱怨说，你有事情要问我。说起来很好笑，有人在报纸上登了展以言跟傅兆敏结婚的消息，我是不会相信这种消息的。你是以言的表哥，你应该了解以言，他是不可能跟傅兆敏结婚的，是不是？我爸爸看了报纸，很生气。我要他不要着急，因为我一点也不着急。我知道，莹儿一定不会跟傅兆梅结婚的。就算展妈妈有这个意思，莹儿也一定不会答应的。陈岩，我知道你会来，所以我东西就准备了。你看看。
喂，妈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天问，陈岩到胡抱月家去老半天还没回来，我有点担心他哎。陈岩到胡抱月家去做什么？妈，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打电话去问问胡抱月。好，再见。陈岩到胡抱月家做什么？好像是陈岩先打电话给胡抱月，说是要跟古玉辉谈话，胡抱月就约他到他们家去了，也不知道他们要谈些什么事情。陈岩有事要问古玉辉，他究竟要问他什么事呢？喂，蓝天问啊，接到你电话可真稀奇哦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想问问你，陈岩到你那里去了吗？他人还在吗？已经走了。喂，天问，陈岩还没回来。你打电话给胡抱月，他说陈岩一个多小时前走了。照理说一个多小时的时间，陈岩应该回到家才对啊。开言，陈岩他回来了。真的，陈岩回来了。听问，刘阿姨说陈岩回来了，那我挂电话了。陈岩回来了，他现在在哪里？在宝宝房里。我去找他。爱我。
陈妍，你饿了吗？想不想吃点东西？陈妍，陈妍，我让阿姨做点东西给你吃，好不好？现在已经晚上8点多了，你没有吃晚饭，饿坏了怎么办？对呀，现在已经8点多了，宝宝饿了，我该喂他了。陈妍，宝宝已经吃过了，1个小时前我们已经喂过奶了。我已经喂过宝宝了，我忘记了。怎么样，还想睡一下吗？还是要下楼去？爸他们在等我们吃晚饭呢。你自己去吃吧，我不饿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凯爷，我们都已经吃过了，我让阿姨再帮你们准备一些东西。不用了，我什么都吃不下，多少吃一点嘛，啊。陈妍呢？她还在睡吗？她说她不想动。我想陈妍内心里面非常的难过。我知道她心里很难过，她虽然嘴上不说，可是我感觉得到。陈妍的心都碎了。张逸云真可恨，他怎么可以这样辜负陈妍？凯爷，你得多开导陈妍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他也就不用再想那个人。其实，陈妍一点也不恨咱妍，反而很同情他。他认为严慧和傅兆梅结婚，一定是被逼的，是不得已的。陈妍能这么想也好，至少他原谅了咱妍，比恨他更好。你要陈妍不用想太多，宝宝在我们家所得到的爱只会多不会少。凯爷，你妹妹现在最需要的人就是你了，你能多陪陪她吗？我已经想过了，我会向学校请假陪伴陈妍。会不会在宝宝房间？宝宝在哭，不要哭了嘛，喝一点嘛，你饿了对不对？宝宝，不要哭了啦，喝一点嘛。陈妍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喂宝宝吃奶啊，宝宝都吐奶了。陈妍，宝宝还没到吃奶的时间。哦，乖乖啊，我没看见他哭了吗？他饿了，他要吃奶。陈妍，不可以，要给他吃，听话，来，我给你。我在宝宝在外面透透气啊！你不要用手，我来收拾。陈妍，陈妍，大哥，宝宝好可怜啊！宝宝没有宝宝了。
真的跟傅昭没结婚，真的跟傅昭没结婚了，他不会看到宝宝了，不会。陈妍，你别担心，你还有这么多人爱着你呢，我们不会离开你，我们会保护你的。 陈妍睡了一天，他还好吗？他说他不想动，今天他也没去宝宝房里。他是不是生病了？啊，那倒没有，但是他说他不想起床。这不太对吧？爸，陈妍她心里不舒服，她嘴上什么都不说，背地里猛掉眼泪，但是当着我的面，她又假装睡觉。 进去看看。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。